蛮好的，清白。在学的找到空位就可以做，找到空位就可以就做。那我们其他弟兄姊妹的乐器都停啊，不要再有声音了。好，我们先一同牧幡主鼓声，我们晚上的吉他班感谢就要开始啊。好的。主耶稣。
我们吉他班的
老师的 leader 于弟兄，你看他，他不但是领头的，他还累在哪里？他今天拿了一根十二弦的琴。OK， 什么叫十二弦？十二弦的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般按六根弦的琴，你一根手指按在一根弦上面就 OK 了。可是他一根手指要按两根弦，他要加两倍的力道。对，所以他满身汗。没有太了不起，就是用力一点而已。好，在一起是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每当想起你，我们满了感谢，要用弹琴诗歌赞美你。感谢老师们这三年多的岁月中，从阳明山流浪到淡水，再来会所用吉他欣慰了我们。是每当想起你，在爱里扶持了我们这些 LKK 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说老师你辛苦了。我们除了感谢还是感谢，祝主纪念老师们的劳苦。
愿恩典与平安重生我们的父，归于你们及家人。自从学了吉他之后啊，我本来就是五音不全，然后唱歌也是哩哩啦啦。然后学了吉他之后，我和属灵就有勇气，凭着我们一股热情对主的爱，我们就到我们罗南运动公园去传福音。我们好像觉得我们好像不怕死，不怕被笑，我们就去了。然后再有很多的那个周弟兄就说，哎，带吉他，好，我们就带吉他到教会去唱啊。然后到新城区，我们也带吉他去唱。那我们在一起唱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喜的，满了灵，因为你在唱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哎，这个很多人在唱的时候，那个灵就会出来，因为唱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Amen. 感谢主，那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参加这个吉他班，也谢谢老师的辛苦，谢谢。好，我们接着请第二组，乌克丽丽组的弟兄姊妹请上台。他们演唱的诗歌是《一粒麦子》。在圣经里面，说到我们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至少具备三种的身份。第一种，主耶稣是神的羔羊，他的死叫我们的罪得着遮盖和赦免，叫我们的里面有平安。第二个身份，他是铜蛇，借着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败坏了阴间的权势，使我们能够脱离魔鬼的作为。第三个身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是一粒麦子，他落到地里而死了，但是第三天主耶稣冲破死亡的限制，从死里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能够根治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人都是他的板子跟扩充。那这首诗歌一粒麦子说到主如何我们也如何，我们也愿意像主一样，落在地里死了，吃上生命来得着永远的生命。感谢主。好，我们接着请乌克丽丽的弟兄姊妹来分享这首诗歌《一粒麦子》。
我们有一些谈话内容，你们要听一下。我是曾凤姊妹，我是美丽姊妹。姊妹啊，你是如何开始接触乌克丽丽的？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一个姊妹邀约我，和一般弟兄姊妹来唱诗歌，弹乌克丽丽。 那在我天然的以为我会认为我没有这样的才华，应该也没有办法，所以原本是想要拒绝，但是姊妹说没关系，就算唱诗歌也可以和姊妹们吵在一起。好，那我愿意来试试看。那姊妹你是学了多久啊？2年多啦。那你是如何坚持这么久？一开始啊。 也很想要放弃啊，觉得自己也真的没有这样的才能，但是啊，学着学着啊，好像也觉得蛮有兴趣的。可是啊，到了中途啊，就有一个挫折感，因为啊，我的头脑不好使，两只手也没有办法协调，所以觉得自己好像真的还是没有办法走这一条路，就决定要偷偷的、默默的就想要离开这个团队。有一天呢，我就。 停了2次课之后啊，就有一个姊妹就赖了一封很温馨的赖给我，她那个在赖里面呢、啊，就满了鼓励，满了扶持，满了安慰啊，就叫我里面很感动，而且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在同在一个身体里面啊，肢体这样扶持我啊，我实在是需要在肢体的扶持里面要再站起来，所以我就硬着头皮又来了。然后呢？ 姊妹啊，那你学到现在啊，你的感觉是什么？除了喜乐就是喜乐。那很高兴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跟弟兄姊妹借着祷告啊，把我们的全人在调整，面对主，然后借着唱诗来赞美主。那，哎，姊妹你嘞？做谁啊？姊妹你嘞？点名的。好，说两句吧。 感谢主，刚一开始的弟兄说，这一次是第4次，对，我没听错。每一次要在这边预演的时候，常常在老师的严厉的督导下，想要说放弃，可是每次当我们在台上这样表演过以后，我们里面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喜乐，阿门，跟弟兄姊妹一同欢乐，阿门。等到我们要再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满了动力，阿门。这样一年一年，不知不觉已经到了第4年，阿门。感谢主给我们这么好的老师，阿门。常常督促我们，尤其在要预演前这段时间，感谢主，阿门。阿门。还有没有？要说。这个你们可以先上。那我可以先上了。 那个伊利麦子这首歌，我们实在很有感觉。特别过教会生活，如果伊利麦子不落在第10条，他人就是他自己。这句话第一次唱这首诗歌中非常蒙光照。几十年的教会生下来以后，人家看到你是不是仍然是某某某，还是说你身上有一些转变？那我觉得，唱诗歌这个学习过程中是另外一种感觉。但是伊利麦子哈。 我这粒麦子啊，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想弹过吉他，然后就是后来没机会，也没有就放了，将近快有40年，40多年，直等到老师们出现，我把你这粒麦子啊，总是还不是麦子，我也不是，这个也不是什么好质地的种子，但是种子就是种子，你们知道吗？你这样愿意落在土里。 你就有长出的机会，长出来了，有好的土壤，阳光、空气、水，还有农夫。感谢主，这些年主把他们送过来了，一个农夫来了不够，还两个，两个不够，还三个。曾经有过4个，最近还有一些特别的帮助者，像今天还有弟兄来为我们照相。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鼓励。 那这个鼓励的过程中，你发觉你愿意摆在这里，你这是虽然不是怎么样，但是种子就是种子，只要你愿意在这里，多多少少会长出一些东西来。
感谢主，我们的表演就是你们看到长出什么，至少我们自己很鼓励我们自己。感谢主，那这样的一种的诗歌，我发觉是扩充我们教会生活的范围。我们以为就是聚会，就是看望，就是读经，就是祷告。真的还有一种是唱诗歌，不是福音聚会的唱诗歌，也不是成员聚会的唱诗歌，是一种生活性的唱歌。那唱歌里，唱歌里面有生命的内涵。我觉得又有音乐，又有内涵。我觉得这种生命有一种另外一种成长的快乐。感谢老师们，谢谢主把你们赐给我们，我们也应该努力啊。好，我们接着请乌克丽的第二组，简佳上台。在当中，为了贯彻我们顺便做点小广告，刚说我们这个感恩之夜是第四次，其实老师们从三年半以前，等于四年前的八月。这个第一次到基隆教会来传福音，那开始有了吉他班，在每个礼拜四的晚上7点到9点半，都有吉他跟乌克丽的班在这里召开。那欢迎这个弟兄姊妹，跟同学们都有空的话，欢迎每个礼拜四的晚上，可以到这边来一同学吉他跟学乌克丽丽。那我们接着欢迎乌克丽的第二组，他们要唱的诗歌是《我是主粮》。箴言4:23说，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因为生命的果效发之于心。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常常是客片十番，常常是前一刻是正面，下一刻可能变成负面，所以我们常常对自己是不是那么的有把握。那这首诗歌说，主啊，求你保守我的心，向着你永真诚，绝不稍退后，实践你面容，一心单纯清洁，只愿面见你，一心只爱你，只防备你自己。因着主的爱困惑，
因着主的爱吸引，我们能够向他完全的倚靠。所以这是一首亲近主的诗歌，求主保守我的心。好，我们欢迎他们的演唱。两小节。现场的
弟兄姊妹跟朋友们一起来唱第三节。来，一二三，来，祝福着我。真神，因为那时候在2006年的时候，有一些的环境，直到几乎走到人生的尽头。那曾经有一位姊妹邀我到教会，但是我是想尽办法的拒绝，因为家里面的话，并不是基督徒，所以在这个当中其实很挣扎。但是再想回来，原来主在很早的时候也在这个当中做了一些预备。因为那时候差不多在高一，那家里面的话，从二楼可以看到后面的巷子的一个教会，就是每次在进浴室的时候，窗户看都可以看到那个十字架。那心里面一直想说，哪时候可以再到教会去？因为在很小的时候，差不多在一年级的时候，曾经去过一次，然后被家里面拦住。但是要去教会的心一直没有受到这样的一个，一直向着这一个梦想，但是哪时候能实现不知道。一直到40岁的那一年，发觉到说一些的环境也让我遇见这位主，因为以前在家里面是拜拜的，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平安。那一直到40岁那一年，2006年的时候，因着要照顾孩子，又原本还觉得可以，那后来爸爸生病也住院，让我逼奔命，又要照顾他，又要工作。那我在心里面在呼求，也在想，如果真有位神，应该不是看人的外面，而是在心的里面。因着这样子不断的在呼求，在寻找，直到主真的是听祷告的神。他是又真又活，因着姊妹，他有一个姊妹邀我到教会来，我想尽办法的拒绝，直到他是我们的同事，那他后来有一天突然讲了一句话，是烦恼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必使你得安息。这一句的话吸引了我，所以我那一天听完那句话才知道，
刚听完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是神的呼召，因为这一句话之后，在我内心里面就像在流血一样。那我到了当天，我就问他说：“姊妹，你们的教会在哪里？你告诉我地址，我这个礼拜会去。”就这样子的。那那时候得救是在台北，就从基隆、台北这样的来回跑。那因为去的时候看到，哎，大家这么喜乐，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像他们一样？那有因着这样子，其实我是从小五音不全，那更不要说弹吉他。也因着这样的机会，我愿意在这当中，弟兄一次跟我讲说，我们唱诗歌、弹琴，不是像个世人一样，不是只有好听，重要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灵的当中，是像我们的创造天父，创造的天父，他是创造万有的主，那我们都是属他，如果信入他，我们都是属他的儿女。在这个当中，我愿意向他的向神敞开，开始接触诗歌，也开始接触这样的一个其他的部分。那也感谢那个老师们这样的不离不弃的在主的信心里面的工作，在爱里的扶持。所以在这一首诗歌真的是蛮有感觉，是因为主保守我们的心这样的真诚。那主也一次一次他照着他自己的，我在这边为主做一个见证。神是照着他的定旨，也是照着他的旨意，因为他是灵，他参透一切，他照我们的情形是照着他的旨意在走，我们真的是他的器皿，感谢赞美主，愿主保守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心，尤其是在年幼的孩子，你们是有福的，因为这位神是又真又活，他会指引一生的道路，只要跟着弟兄姊妹，跟着羊群，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是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是归神的，我们一生是满了盼望，我们就是等候的那个主再一次的回来，我们都要成为神的儿女，是与他同在。感谢主，谢谢主。我们接着请弟兄姊妹上台。弟兄主要演唱的第一首诗歌是《耶稣在我里面》。我们人生有许多的获得跟祝福，但其中最大的是什么？这首诗歌说，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这个当你去 Google 这个一生最大的祝福是什么的时候，出现的就是认识主耶稣是我一生最大的祝福所以这首诗歌说到尝过主恩的滋味，有什么比这个更甘甜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我的生命因此海阔天空，我能勇敢面对明天因为耶稣住在我里面感谢主。
所以他的这个副歌喊说：“何善那，何善那，什么是何善那？”何善那的意思是求主拯救的意思，也是赞美的意思。求主拯救我，赞美他是那钉死十字架的羔羊，赞美他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这一首是一个比较快板的诗歌，我们一同来享受这首诗歌《软弱的我变刚强》。要求比较高，这个一调起来，一调之后要重新调一点，因为有点跑调。来刷第一个和弦，我听听看。好。好。
奏思想节哈 ，C M I F C 哈，一、二、三，二、二、三。心灰意冷的，在我得癌症那段日子呢，我觉得真的是万念俱灰哦，因为其实他要经过手术再化疗，那我不知道化疗原来那么可怕，就对我来说，其实因为我是一个有一点忧郁症
很久的人，但是我自己没有发觉。那累积了很久，我在医院的时候，化疗实在很可怕。就是我在第一次化疗的时候呢，我的白血球哦突然降低很快，啊，我本来是以为我没事，啊，回到家呢，我的朋友都很关心我，就是会寄一些东西给我，那开始寄头巾给我，因为化疗头发会掉光。那我就去收包裹的时候呢，用了邮差的笔签了名，收好之后呢，那天的第二天我就开始发烧了，啊，就是那一支笔上面的细菌病毒就已经让我不行了。因为身体的所有的好坏细胞一起被杀掉，然后那一天呢，因为有特别被交代过说，如果我在化疗这段期间呢有发烧的话，一定要赶快回医院，所以呢我赶快叫了计程车，打包好行李就赶快去马街。那就是那一次住院呢是住在隔离病房，那就是其实那一阵子，我都觉得我抬头看的时候，我都觉得其实有很多的地狱的或者是什么无形的都已经在上面等着我要把我拉走了。就是因为我是软弱无力的，那后来就是在这样子的经历过程当中呢，我开始就是有一些不认识的基督徒来看我，那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啊，因为就是上帝的爱不分你我。其实在之前呢，我是虔诚的佛教徒，我甚至于在国中开始吃素念经。那其实我就是我是一个很乖的孩子，就是别人交代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所以在我得癌症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好像就是被人家莫名其妙的定罪。因为在外邦的宗教，他们说的是这是你一定是有什么前世造了什么业，造了什么孽，所以你这辈子才会得癌症。然后其实我是真的很觉得我觉得我好像被杀了。然后后来我就开始我发现基督的爱根本没有界限，他及时的给我伸出援手，那我就开始转向他，我很好奇。然后没想到有一次在路上就受到人家的传福音，我觉得就是主来带我真的觉得很幸运。那来了之后，就是我其实是在台北第七教会受浸的，当天人家传福音我当天就受浸，然后人家就帮我转接到基隆这边来，因为我其实是住基隆。那被后来是美云姊妹来先来接我，那由她介绍说我们有吉他班，你要不要来上课。我想说哇，吉他，我听到好喜乐，我真的好感动。因为他曾经是我高中时很喜欢的一个乐器，我参加过吉他社团，但是呢那时候高中课业很重。那其实我们因为一直考试比赛考试比赛，我们就会活得很不快乐。那经历过很多的风浪，那有很多，其实我们人生有很多的很多的光辉灿烂的日子，就是你在这段日子当中你打拼一定有成果，可是当你有成果的时候呢，你忘记背后可能也会跌倒。那你在跌倒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很幸运，当我癌症的时候其实是我人生一个最大的跌倒。我以为我快要消失了，我觉得我没有光芒了，可是没想到我能够因为就是主呢带领，然后我受浸，然后又能够来参加吉他班，我觉得真的很幸福哦。所以我们刚好就是我们在选诗歌的时候，
那个姊妹有问我说，你觉得哪一首歌好听？你可以把好听的来播给我听听看。然后刚好我在播，就是我都会放一些诗歌，然后他传给我的时候，我就刚好听到这首歌《耶稣在我里面》，我觉得哇，这首歌真好听。然后呢，我告诉他说这首歌真好听，那你听听看。然后他本来觉得好像也还好啊，可是细细品尝之后，他歌词是写说尝过主恩的滋味，还有什么更甘甜？真的，这个是我所有跌倒的经历以来，就是我跌倒了，站起来，站起来又再跌倒，跌倒了还是靠主站立，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呼求主耶稣，我们就是依靠主耶稣。谢谢。好，感谢主。我们请最后一组上台。主演组他们要演唱三首诗歌，第一首是在那加利利的湖边，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当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后，他向门徒显现，后来他又离开了。那这时候这个十二个门徒里面的彼得，他有一天就说，好，我打鱼去。然后就有大概五六个弟兄就跟着他到了这个加利利的这个湖边去打。他们忙了整夜，却没有打着什么。这里面有许多是渔夫，可是他们就是打了整夜都没有打到一条鱼。这时候呢，这个当他们觉得非常疲惫的时候，主耶稣向他们显现，然后跟他们讲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结果他们就捞起了153条的大鱼。那这个神迹，叫他们觉得惊讶。那之后呢，主耶稣就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这些更深吗？一连问了三次。那这时候彼得的回答就在这首诗歌里面，这个我们投影幕上面最后面的两行，哦，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是彼得软弱的回答，因为他曾经在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三次承认他，但是主借的这一次的显现，再挽回了彼得，并且把他的教会托付给彼得。那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首诗歌，在那加利利的湖边。亲爱的彼得，你
Thank you.
我们唱完你们再唱，因为我们有结尾。我们一起抱着同去过节，有人说去，我们就兴高采烈，兴高采烈。被爱即使的日子已经过去，已经过去。现在我们在一起，是为真心的关系。Thank you.
我们有一点小小见证，我们愿意在这个见证上五个是一，然后可能会再有一点小见证。好，我们先一起啊，从内心发出，预备来。谢谢老师，你们辛苦了，我们都爱你，主耶稣爱你们，大家加油，阿门。因为刚才有我们真的大家都好客气，本来说都想愿意有点见证交通的，但是可能有些够不上还是什么，那我后来想说里面有感觉，那你不能消灭，谢谢里面，谢谢这个吉他班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啊，就像刚刚有那个，感谢主啊，那个有缘弟兄他有交通道，当他们这个吉他摸会以后，他们夫妇两个可以出去传福音，带着吉他去传福音。那刚刚那个周友弟兄也有讲的，这个一粒麦子，那一粒麦子，那个结出了许多福音。我们在吉他班，我们真的摸到，我们从不会到会，是因为真的是有那个这位丰厚赐福种子啊，给我们又使丰厚其中，这是其中的粮丰厚的这一位主啊，真的没有亏待我们，一直恩待我们，借着老师们周周来陪我们，反而是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怠惰，有时候真的是亏欠老师啊，然后但是老师们真的是很好的榜样，在这陪伴我们。那我就想到说，我们真的这有机会能够出来，就是来这边学到一个真的是不知道的时候，竟然就有主柔声的呼唤。除了我们区里面，我和秋香，我们会有一些出去传福音，弹着吉他，那不是我们的胆子，我们胆子不敢这样做，但是主在加给我们，加上弟兄们的帮助，让我们有可以想说，我们就放着胆去到人群里面去，到户外去传福音。而后又有光华区的弟兄姊妹也愿意来呼召来招门，真的是真的很感谢主这样验证我们，我们真的是不行的，后来结果秋香啊丽蓉啊，我们都也很愿意答应这样的呼召，我们就出去了几次，那甚至这个地方都是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我都觉得哇好奇妙，我的主啊，你都把我带到我这开我的眼界，然后又壮了我的胆子，然后又给我们有机会出去这样的乡条，然后真的在这些在这样的乡条里面，真的摸到不止我们是要调就是吉他班哦，真的不只是每次要弹琴要干嘛，都要调音，调出我们的节奏快慢，调出我们每个人的习惯，调出我们每个人的，真的是在调灵哎，真的每次吉他班来在一起是在调灵，调每一个人就是特别是要来在一起要发表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时间，每个人的情况，每个人的可能就是时间不同时候，我们听到学到的，我们可能都有很多 miss 掉的，都要再怎么样给它吻合起来，都需要调灵。主耶稣，所以我就本宝贝说，主啊，谢谢你，这个诗歌的灵一直在这帮助我们，然后我们也在享受诗歌的同时，情谊慢慢的，我不。他们都好棒啊，他们都慢慢都好棒起来，我就都口口学不好。对对对，我们都需要，我们需要的是时间，只要对主怜悯我们，我们还可以愿意有跟随的人，我就觉得是主极大的怜悯，然后还能跟你们姊妹一同享受，一同配搭。赞美主要怎么带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愿意跟随，有个顺从的人愿意跟随主。阿门。代表我们全吉他班，谢谢，还有我们乐器班的指导，谢谢，感谢主，第二位陈建华老师，同样的谢谢，好。
谢哈、啊。社会中也有很多这样音乐的团体，热心的人士，但是教会中是不太一样。教会是一个讲生命的地方，也是一种享受生命、活出生命、在生命中经营的一个范围。所以在这个范围里面，它是没有条件的，是在因生命而产生的爱，乐意的服侍。所以这些年，我们实在很感谢，几位老师，他们一再来，他们不是在基隆，他们住在外地，在台北。那他们有他们个人的工作的事业，是每个礼拜是拨个时间出来，没有间断。第四年，第一次我记得刚好我的大孙子出生，那个就今天在那边坐完月子回来的时候，刚开始，我刚好是赶上。过来那么多年，实在感谢你们的服事，我想这个是在主面前的，我们也感谢在主面前，也愿神自己来祝福你们。这些年实在是感谢主，也有一般弟兄姊妹一直能够一直来哈，一下虽然我们的这个人位好像会变来变去，但有几位好像从来不变的，哎，不是年轻人哦。是 LKK， 我为什么会找我上来？我是 LKK 里面的最最 L 那个，最 K， 要被你们 K 到，哦，真的很感谢了。我觉得这个，而且我对我来讲啊，我这已经进入到电视上说我是老翁了。我们有一天在电视上看到说有一个老翁骑个摩托车，我看到他60，比我岁数比我小，哦，他被称为老翁，我坐过。坐车子人家都要让我位置坐，感谢主，跟你们在一起我很有活力，哈利路亚，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故事哈。我们也在生命中，在因着主的生命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有弟兄们也在生命里服侍我们，我们也在爱里面，我们有点心情上的表达而已。那我想接下去的是我们这些做学生的哈，我们更应该努力，该来的时候就是要来，老师都不偷懒了，我们不可以偷懒了。非常感谢老师们，谢谢你们的服侍。阿门。愿主亲自祝福你们。阿门。阿门。谢谢老师。还要讲什么？主持人，请老师上。啊，我们老师还有谁要给我们进一步的指导？给我们劝勉。感谢主啊，这个我说过那个，这个不要泼了嘛，好了没有，没有录了可以了。那个，我说实在的，其实哈，这个我从台北市哈教吉他教到新北市，那新北市又教到基隆市哈，这个是人家不要的哈。我们自己来的，谢谢大家收留我们了。真的，这个真的摸到爱哦，在基隆是满满的。所以我起初第一次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就说那个，当我在这个百年之后，帮我葬在北海岸就好。那我说那个我的安息聚会如果大家吉他没练好的话，来。那个安息聚会让你们练，一定要把吉他练起来，而且不能放弃，永远不要放弃。来，感谢主。我们还没有。老师，安息聚会办得起，我们送到北海岸找寄宿，几块钱喽？是啊，后台有力啊，可以有三个。好，建华你压底哦。啊，其实我之前说过嘛，上去。我之前说过嘛，我说啊，其实。身为老师最高兴的就是看到学生有进步，一点都会很 happy， 卡在那边就会，我们的脑袋上面就会有问号、惊叹号、问号、惊叹号冒出来，就说什么原因，
然后我们很想找问题，老师其实也很像老师，对，没有，老师不是像老师，是老师要像个医生一样，他要诊断为什么他某一个关过不了，一直卡在那个地方，卡久了他会没有兴趣。我们说老实话，我们在这里也不收费啊，人要来要去，我们也没办法强迫人来啊，所以完全是自由开放的，对。可是问题是，我有强调一点，你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哈，苦闷，除了苦闷还是苦闷，对不对？整个世界的趋势，整个环境，它都是这样子在走的。那个科学家不是讲过吗？那个我们的环境哈是越来越热，它不是降热起来，它是这样子，它快要拉直线了。所以呢，你知道吗？如果我以前是职业歌手，出过唱片的，你知道唱歌有多快乐？音乐可以带给人多快乐？可是后来进到了这个教会生活里面来，就是用音乐来服侍主的时候，我看到了真正的快乐。那个快乐是凌驾在音乐之上的，那是对不起，天使级的快乐。那种喜乐你无法磨灭。刚前面讲得很清楚，不是在乎于我们唱的有多好，拍子多准。当然这个是要练，你的拍子越好，你的音越准，你练到后面你的享受会越深，会越完整。可是问题是，当你触碰到一首诗歌的时候，那个歌，那个诗歌的灵会进到你里面去，你会感觉不一样，你今天会睡得很甜。这不是医治是什么？对不对？这不是喜乐是什么？而且你每天唱，我告诉你，我们真的就要喜乐。我记得有一个师母跟我讲说，没有，是一个师母跟我妈妈讲，我妈妈是黄师母，她说不喜乐是罪，知道吗？不喜乐是罪。我们是有主的人，我们是有神的人，你敢站在别人面前说我不快乐吗？对不对？对啊，不行哎。我觉得基督徒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们其实有环境很苦，但是我们可以喜乐。阿门。喜乐是我们最大的权利。阿门。因为我们有主。阿门。对，诗歌里面有灵、有神、有基督，包罗万有的东西都在，整本圣经都在里面了。阿门。你不喜乐吗？阿门。你经过那一点点小指头的痛苦，像我刚刚因为打，这边已经肿起来了。我刚才在担心，等一下我会弹。哎呀，可以弹，感谢你。可是真的有点痛。可是我跟你讲，这个算得了什么？我很喜乐。而且今天在这个场面，其实我觉得我们老师已经不是老师跟学生的身份了，已经是弟兄姊妹的身份。阿门。我们团在这里。其实我觉得我们第一个献的是给神，第二个才给人，所以这叫神人共乐。阿门，哈利路亚。阿门。来，接受。大家好。阿门。你们会紧张吗？不会。昨天好紧张哎，还睡不着觉，半夜还起来拉肚子，很奇怪哦，老师比同学都还要紧张。其实这也是神给我的怜悯跟恩典，因为我大家都知道我原先是个算命老师，是开道场的，所以我不知道我得救以后可以过怎么样的教会生活。然后没想到我是得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居然不只可以重新拿起吉他，还可以教人家吉他。其实我自己还蛮惊讶的，因为我不懂乐理。我把音乐把这个谱都当成数字去看待，我是用数字去记它的。那我自己对声音是有一点点感觉，很敏感，所以通常
我常常要求弟兄姊妹要帮我先唱诗歌，因为没有人唱我就不会弹。那我是依着怎么弹呢？是依着弟兄姊妹的灵给我感觉。所以在这个中间我享受到神与我同在，所以我非常享受弹吉他唱诗的这种感觉。然后当然得救以后还有另外一个全新的生活，我开始在教会当水电工。这也是我原先想象不到的，因为我曾经在基隆的台电服务过，那也在这里遭受了比较大的苦难，因为我在台电服务短短一年，从电线杆摔下来两次，居然都没有摔死。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感谢神，我觉得这是神的拯救，是直到四十几岁我才得救。甚至我有一次是被一万一的高压电电打，这样的高压电很难活下来的。那也或许我被电了以后开始出现了一些异象，所以我就开始变成通灵的算命老师。所以我常觉得我的生命真是很奇妙。就在得救之前得救之后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那也让我享受这样天天与神同在，那过一个全新的自我的一个生活。那我也非常想就是说激励各位，就是有同样心智的人，你想想看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与神同在。我相信唱诗歌的时候弹吉他的时候我们都与神同在，那我们何不天天唱诗歌赞美神。阿门，感谢赞美主。阿门。好，感谢主，我们吉他班感谢到这边到个段落，我们一起说感谢主，感谢主，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们期待明年主更有祝福，那也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一同参加礼拜四晚上的吉他班课程。阿门。那我们就在这边聚会到这边告一段落。阿门。那希望弟兄姊妹把桌上的点心都吃完。阿门。然后这个台大的弟兄姊妹各位留下来帮忙把铲子收那个桌椅把它收起来。阿门。好，我要照相哈，好，先照相。阿门。那需要清场吗？对，台子都清掉。好，那这个其他班的弟兄姊妹或是其他弟兄姊妹想跟我们照相的可以留下来，我们先照相。